有什么意思？有点有大力气就行了，有力气就能干事。你不有力气的，你腿不拉不长，尤其是拉客。啊，你净有力气，你跑一会儿就不是慢快步。你看行家拉客，一天半，那是钱。你看行家拉客，你错也笑。张小玲，四个定时针，这车上都是白丝活，还剩的呢，啊，剩的，看起来是，啊，轻甲，重甲三甲，上面白雪花，底下是千层卷里头你写四千万，提拉不穿白衣裳，满到公馆门口，一会儿的功夫。小姐出来了，抢到公馆带走。跟他一说，他就知道。小姐一上车，把皮袄脱下来，穿全了一回。然后退车了，就看上车不动，一个小岗。跑起来是，那真是一条龙。加了板间了，他把车往那一坐，两手手上一撑起来。别看看比较丑，这个这个样子做错的话不是买的力气。小姐下了车，请他一坐啊，你稍累啊，你等一等，我到里边再吃，咱们去了。小姐在里边办完事，还拿钱财赢了几把。小姐一出来很高兴，下了车啊，快一点拿起车来，一会儿等大红的门口那一上车，把皮袄拿过来，把身一推，这个大的西装，五元一张，整个雕松色，这一看来活不干，行家，其实这应该活，打了当中用了一部分，那不行，这是行家。转了一天，为什么？他这车都一样了，也没人敢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好车谁领着看？你看大皇上坐一辆车，这车好能跟着皇上。这个洋车一轱辘有带，一轱辘没带，一胶皮一撇皮，车把一根，顶着一根半截的，接着半截扁的，头上拴根两根。这辆车子呢，穿着棉裤棉袄，脚底是一只毡帐里的毛窝，他的棉裤倒不厚，不过能顶门，一米棉裤小心，人家拉着，一拉，干嘛？来回追踪，前面车的，这车的，这车。不是不是的，兄弟，下来吧，来，我们把车上，把车上下车，出去，坐，下来吧，你，把车子拿来，我坐的这个。西单马路旁边放一座水帘大厦，迎着一盏烟，正南边呢有两门锁，一看这有两人在旁边，反正我干什么呢？别说说，别说了，不要说我是干嘛，我管你是干嘛的，你拉车，这不接了吗？拉车不拉坐骑了吗？我就问你拉车不拉，不拉你俩接着啊？像话吗？不是我这个车什么钱？接着该收该算，哦，拉菜的拖车，不是吗？你们上哪里去啊？拉上前面，啊，前面呢？上前面火车，啊，火车，你长队，
有什么特点呢？你的奖金多少钱呢？
那个说的那个话非常仔细，很好。我说呢，老远他就来了，我让出了心里着火，我要说，老远他把他逼住了，他那个意思，眼不见心不烦，反正我忘了，是这个，因为咱俩都憋着了，正把这个账都付，我没有被排长的这个都是他。这个是他回来的，咱们这边过来，现在你买什么？买什么赚什么？这是五零幺的出路。你像你做完了再搞，他说你他还赚了，他赚了就没了。员工买什么工资出来了？你赚的就是买什么？这五零幺的过来，钱没钱？不说，他先生没钱，你多没钱？你赚不赚什么？我给您看，不说话，别想钱没钱的，钱也没钱的，你想没钱怎么办？你看钱怎么办？不是钱怎么办呢？他说拿不出，他下不了单，老年头我们企业还是上来了，你就这样就买单了，你还有理呀？你是改革放出来了，那是有面子对吧？不是你忙这些人全部都能干干净的，你改革干了你还得，你得死定了，还得死到你上。这位感觉好不了，非常不好。你看你赚的，我都差不多了，出来了，你看他，你看你所赚的，看你赚的，咱赚的赚的，那我一看就赚的，怎么还赚的？这不是搞不起赚的，我去你东西过去，你看这些年。人家反正还不好，他拿车打那咱们做成年了，他扛着给他说，你看这车呀，你看你别，这个打两下没到着，一看白撞这个一个走了，这个他走着他不要钱，永远给他。我这是开个马车，你打人干嘛？你把车子不打坏了，你打的哪里的呢？你先别忙。我怎么喊你这么点事儿？他这么一说话，一